干啥呢？俺们就俩人，进去潘森，哦哦哦，没了。你自己进吧，我肯定是不去了。我跟你们读点啥的，绝对是上单老母狙，不带闪现，上单老母狙，点烟传送。你看，卢仙马上出来。咦？你干啥呢？你还跟我一级学个艺，我屎给你打出来。别吃。这一级学艺属实是有点膈应人了啊。为什么会上单卢仙呢？很奇怪，嗯，能玩了不还啊？还能玩了不？双闪现，那二级就赶上是什么意思呢？真难呐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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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不干的！别哥也去钻了，快快快快快！这不杀一波？哎，他打了个 S，S 是什么意思？稍等的意思。老母狙抓不着，有 Q 的。呀，漂亮！我的炮车能补着吗？补个嘚儿。你是有点狂了，我一看呢你啊，你是有点疯狂了呀，别抢我人头，敢在塔下跟我划了。行，这波推，你不帮我推，我还真就推不过去。回家，输个耀光。这兵线其实不太算能进得去，这不算兵线进去了，兵线没进去，没卡住，正好卡这个位，可烦人了。三级，他还敢出萃取，确实是有点狂了啊，有点狂了。这个萃取有点狂妄至极了。先插两个眼儿。我的炮车呀，
别的我不想知道，那个莉莉亚上哪去了？你俩呀，是真是我操了，是真是不是个人呢？你俩呀，你俩还有完没？你还没跳下去呗？我是真服你了，大哥呀！你这都能没跳下去？这波双杀没了。真过分呐，我满血他俩要强杀我，太过分了。这个样子吧，其实最好是来个皮孩，不过来皮孩略微有点脆。这波他有闪啊，出皮孩对拼的能力不算很强。再见吧朋友，我今天就要送你回家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没生？哎，其实我生了。吃他一手塔平，那个莉莉亚应该是红开，红开这波其实有点危险，我们赶紧跑啊！你们说为什么他们不卢仙中单呢？老母狙中单多没用啊！真敢进啊！完了，狐狸也死了，全完了。我看看卢仙的闪现他有没有。好家伙，敢这么点血站塔下，确实是个人种了啊。再见潘森，是不是要飞我啊？没用，我跑了。这狐狸也太瓜了。回家，回家把药卖了。咦，潘森打了我一下是吧？还好我回去了。看来那里是有眼儿啊。差点我死了，差一点点。
等个30秒有大，在月塔杀的。这天游啊，也不帮忙，你是。每次都是我帮你。你老帮那中单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是帮来帮去一杠四，打个老母猪还没打过，差点也单杀了。好的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啊？你们俩在干些什么东西？我想问一下。这波还不给我打条龙？我其实失误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他妈谁的传送？老母猪吧？往下走了 ，W 躲一下。哎，千万别有大啊！没了，走位躲一下。撤吧，老弟，这不穿墙，完了，狐狸也死，就你俩那点小伤害啊，还行，打死一个可以接受。跟个猪一样，打头猪都打不赢，哎呀。赶紧过来，先别点信号啊，等我们快到了再点信号。哎，我来了。你这印记能拿吗？这是干啥呢？哎呀我天哪，玩杂技呢？有没有红？你看一眼啊。哎，啥意思啊？我给你挡一下子。猪翻了，我中路吃不下啊！哎，算算算算算算，不吃了，回家了。打的好乱啊！无敌了，还没到无敌呢，等我们卸手魔切黑切才是无敌的时候，目前没有太无敌，只是一般无敌。杀下去啊，快点的，别让他跑了，把炮车带过来，没准我们还能补上。我来，你是真是有病，我发现。你是在扛些什么东西？你跟我说一下。不会扛，咱就别扛，行不行？下回。你给我扛那个塔干嘛？我又不会被塔打死。
阿闺女看见死了。我估计这小鹿可能是要打峡谷。我扫他一下。没打。他没打峡谷，他能上哪去呢？哎，他带石头人儿。哎，那俺俩是擦肩而过了。没事，你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卢仙值钱。卢仙都150块钱赏金呢，他凭啥呀？这把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是下路的发育非常的不错，小黄毛已经马上磨切了。我来帮你打来。给我吧，对，你就别用了，拉倒。没事，那潘森让他来，他最多就扎我一下，他还能干什么？我们无敌了。小龙团又是中塔，这不红 buff 我们拿吧。哎呀，感觉下一件出黑切好一点，这老母狙有点肉啊。你还要红呢？给他吧，他不给他怕他挂机。放个峡谷先锋，抠一下平 A 一 A， 来老母狙，这莉莉亚真敢上啊！小龙啊，小龙，小龙，打野不打小龙？这么的啊，狐狸，我给你 E 一下，然后你全收，行不行？然后俺们把这中塔拔了，算了，拔不了了。他们家那萨米拉活了。这么仔细一看，老母狙好像不用我们拿，我们还是正常来个小魔切。没关系，我正好想看看他们几个人敢抓我。你卢仙这儿也没有眼儿啊。没有眼儿你搁这干啥呢？惩戒了，可以拆，跟我拆。
来，那潘森没在，老母居也没在，沙米拉也没在，只能有一个莉莉亚，已经没啥用了。行，回家了。这人行啊，你是真想死啊！我一看呢，闪现，闪现 A 我，老母鸡，先杀老母鸡，跟我杀，漂亮，沙米拉，好爆！为什么没助攻啊？右键 A 不着他，上高地吗？得打你一手，什么意思？没明白，什么意思？投降了？点赞呢？这上来啪给我抓一手，二级抓我，然后开始给我点赞，这也不行啊。